是个娼妇吗？怎么这么厉害？吴静刚娘， 你别过来。美人，我今天就让你好好享受享受。你敢打我？给我回来！你个贱人，不给你点颜色，你别过来！你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是吧？别动！别动！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了。开呀！朝这儿打。你会开枪吗？就当没看见呗。钱老大这个大老粗，不会已经拉出催花了吧？没想到啊，你个唱戏的还真会打枪啊！要不是老子那把枪里没装子弹，否则还真死在你手里了。好了。玩也玩了，闹也闹了，你这种烈性的死了也是美味啊。放下枪。可是令尊大人又有什么吩咐？什么令尊？我是你主子，这女人是我的，把枪放下。咱都说好了给我兄弟们享受完了，把他挂城墙上。您这样横插一脚不合适吧？下一回，枪口对准的就是你脑袋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呀，消消气儿。哎，消消气儿。实在不行，咱这样，咱哥俩一起。滚！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自己几斤几两，敢跟我称兄道弟？滚出去！滚！啊，好。那您快点啊，后面兄弟们都等着呢。你才快呢，你全家都快。阿少，这些事安宁用风筝给我们做了线索，看来就是这儿了。你现在回去带人，不论对方是谁，小美人也来了。放开我！小孩子，你就从了马爷吧你！